个还是有点危险。你要当比赛再跑，我才可以测试啊。那个是都被地毯勾到还是怎样？那个不行就要闪开它。跳小力一点，跳小力一点，那边不要跳那么高。跳第二个啦，你还是没有去试看看稳住再跳第二个。那要不要再按刹车让头下来啊，可以顺利滑下去。你第二个要不要再刹车一下，让它慢一点再起飞，比较安全。哦，刹小。在跳啦，你越跳越早，又一直加速，一直跳，啊，这个是怎样？去捡了，去捡了，去捡了。